还心想那有人跟我说拿来招魂的，我可不敢摇它了，那但是挺响的还。听的全是故事，你这哪招什么魂啊？你是这个。元青花，来放过来看一下底。老大，哎，但是这种人。我这能到就是什么时候？元代的啊。元代。对，元代景德镇窑的，这还是花口的一个这个花草纹的啊，青花的。那是就老师就这个就能价值有多少钱？嗯，几千块钱啊。哦，好，老师。老师，这还有一个这个。来翻过来看一下。耀州玉璧底，这是一个山西耀州这个啊。是老的吗？这哎，老师老的哎。有价值吗？老师，这东西都是我父亲他买的，我想看看是不是这个应该现在是上拍拍不了，但是文物公司可以卖，个人不允许出售，这是超交易年限的，价值就不给您估了，反正也不便宜，跟您这么说吧。谢谢老师啊。哦，老师这个呢，老师啊，这是一个桶炉，这是明代的，明代早期的啊。哦，老师，这种价值都不高是吧？就是几千，是这就是几千块钱一个空白期的一个桶炉啊。哦，来把这拿下来。哎，怎么着回事？这是哪儿去了？这嘿，一个缠枝花卉纹的漆那个童子之莲，够呛啊，口还磨了啊，还看一下啊这。这有一块，嗯，底看一下，对，举高一点儿，手机往前推一下，买的不贵吧？这个，1200块钱啊，新的这是啊，这是新的是吧？对，700块钱也就这样了，反正是啊。我是当青铜器买的，我以为是，嗯，这首先说啊，上来第一眼这绘画就不对，你知道吧？他是仿康熙的绘画，那青铜器的小孩也不能脑袋大身子这么细啊。哦，好好，啊、这个缠枝牡丹倒是青铜器的风格，但是东西不对，新的。啊，还有这个，歌友的一个兽耳的盘口瓶，来看一下底座。哎，这个有点重。哎，没事，看一下底座吧。底座还给磨了，这个这点青铜器的啊，但底座又是给磨了。这个对是吧？嗯，这个对啊，这个磨釉的这个，这个是不是说的那种金丝铁线的那种？老师，金丝铁线那是南宋的歌谣啊，您这是清代中期的歌谣啊，只能说是开面沁字啊，跟金丝铁线还没什么太大关系啊。哦，行，那这个老师您给估一下价格呢？那个，嗯、这个七星的大千啊，大千是吧？5K以上啊。哦，行。好的，还有一个，哎，这一个小玩意儿，这个是杜鹃吗？这清早期的玉溪窑，这没啥意思，这个没啥意思是吧？对，这个我不明白，它这是干嘛用的？这实用器，咱只能说是花盆托、花盆托什么的，都花盆托是吧？哎，对，哎，那这个能值个多少啊？哎，这个。我看看啊，这个是这个、中三五开啊，几百，哦、这几百，几百是吧？哎，对。哦，行，我暂时就这三个，老师。清代早期的一个花卉纹啊，这个吧，这盘子口螺了吧？这个清早期的啊，盘子口还行。是吧？青岛期的这是，对，青岛这个是康熙的啊，康熙的外销。这个，哎，对，小牌也康熙的。这个是小康的吧？放过来看一眼，哎，小康啊，是吧？这个，最好。粉彩的道光啊，这是。来，离近点看看底那个款是寄托的还是这个这本朝的？这写啥、啊、这是？乾隆年制，同治，那就本朝的一个同治年制。嗯，底座有点小磕啊，画的不错，保存的还可以。对对，哎，这个小签3到4啊。嗯，细瓷的。哎，对，3K到4K，乾隆的一个六方。
一对儿是吧？对，一对儿。都完整吗？有一个飞皮，这狗眼儿啊，稍稍有点边儿，有点小剥皮。嗯、4K 一对儿，这个。啊，这不就完了吗？这个对吧？郭强龙的，然后清代中期的那个山水文的，都是老的，倒是清早期的青花留白，一对儿那个光绪，你把那魔印那碗拿起来，不看那个，这没劲，那个光绪的这是。慢点啊，哪个？那个魔印的那个，就是口牙上带色胎的那个，没上釉的，对。对，举高点儿，翻过来，翻过来，翻过来。这是一土定，这个这多少钱买的？这多少？1000多。1000多，1000多。那你捡着了这个，这还不是胡田的，这是定窑的，土定窑，金代的。这个大概在什么价格？不能跟你说，国家不让卖，反正不便宜。哦、我跟你说吧，翻10倍是有富裕。哦，来老师。这嘉靖的这个，哎，康熙仿的，这还是什么嘉靖文朝的？你这离近点儿，有点歪，看不清楚。这是本朝嘉靖的一个小碗，翻过来看一下，长明富贵款是吧？这是，对。啊，碗不便宜，大千、有个疑问，这个花瓶就是一直有个疑问，就是什么时候的？这个写的是孔显年制，民国的啊，民国的是吧？对，一个观音瓶，粉彩西路的，这也没啥劲，这个。这个炉您给看一下。这有一博山炉啊，这个还东汉的了，还不是西汉的。哎，你这坑口怎么脏啊？这个还残了。那这个，那个上面那个那镂空那块注缺了，这是还是残的呀？残的，你这人，这不是注缺。然后生皮壳，这一看就是河底泥的这个工艺的，你清清吧啊。哦，河道出的。这个这个就是有残缺给缝给那个修补起来了。这个啊，光绪吧，这一官窑这是啊。哦，但是遗憾的就是得给黑了。哎，就这样吧，反正也大千的这东西。石头你能给看一下吗？能看，但是不能估价。你这种这个花销器也不看，哦、这砚台一残件这是。这种文化期的这甭看了，这个你不也不让你卖，你看它干什么呀？行吧，就是那个什么，行啊，东西都是老的。还有这一件贵点，这是一头帘儿，这个这没啥劲，汉代的。那没事。头仓还不是头帘儿啊？头，粮仓。有点什么开门的是不是养眼的，拿出来看看。这个你光有这个了，你还得有别的呀、啊、这个。啊，那个。这个东西是对的吗？这玉溪窑的没说吧，这清代早期一个这个西瓜罐，这也没啥意思。啊，这个好吃，好看。嗯。这是文化期的这个，哎，这还不是文化期，这够周正的。来看一下底，还是白陶的这个，这唐代的，唐代的一个白陶，然后这个双系的这么一个小罐子，这个大概能值多少钱？这更不能说了，这陪葬品的你怎么说呀？关键没挂釉，这个你要摆那个什么。这清代早期的这个，这两个，这不是一对，这叫两件儿。这东西实用器，它不成个不成个没什么意思，这个是啊。这都是老的这个，但这都没什么劲，都明代的呀。你旁边这扁壶也是明代的，你家山东的吧？啊，这山东的，是山东的吧？是山东的啊，山东应该是菏泽那一块是吧？
离菏泽应该不远吧，还是。你看看，这些都是那个，这都不过盘口的、西进的，这倒是老的，但是路分不高。那辽代那鸡头湖是新的啊，这个是新的，下面的白釉的，这个哦，对，那龙泉也是新的，这个呢？这是老的，这是西进的一个这个月窑，哎，你们家那边不出这个呀？啊，我说你们那边不出这东西，江浙那边出了。老一辈儿那个的收藏品，我就是那个也是比较喜欢玩这个。啊，这个陶罐，不是装东西，我都不懂，用来装东西。这汉代的这东西不值钱，太小了，个儿大的还值点钱。都是老的，这没有什么太贵的。稍微等，老师啊。对。拿下去，这个往里你看。这什么铜制彩吗？这是这晚清的这个。这个晚清的。对，这是一民窑，这个啊，一茶碗，盖儿还没了。哦，对，盖儿没了。这也是老的，明代晚期的，这福建那边的，这也不值钱啊。我感觉这个是比较现代的。这是五代的一个青釉，然后底下大平底，给它翻过来啊，内底微凹嘛，五代的东西。这也属于岳阳的，这个南边的。这个啊，刚才你拿一大白菜，光绪的啊，这也光绪的。对，一样，这个是光绪的啊，底下烙一个这个方章盘红花，顶上那白菜纹的这刚才跟你说了，这光绪的这个，嗯，上面带点铁泥花，这是一色胎的带脚胎的这个古丁的小罐啊，这是南边的这个，这是老的，这还有点意思啊，一个这个北南宋的这是。这个没啥意思，这对没劲，这个这一烛台灯，这油灯的灯台，这是啊。还有这个，老师，这直壶新的，这是新的是吧？嗯，能听到这个。那我看这个罐子，这甭看，这也新的。嗯，这是老的，那黑釉的那个，那就是你们家那边出的啊，山东那边的。这是元代的，这是清代早期的，这也没进的，这关键这个。这几件都是比较，这个。这是新的，甭掏了啊，往退回去吧，这是假的，嗯。还有这个，这是磁州啊，白釉的，这是宋代的，宋磁州这是。底下那罐民国的，右下三彩李陵瓷、那就没看头了。哎，得到时间了，哎，这么快啊？这十分钟就过去了。哎，对，老师您帮我看一下这个，就收了一些小玩意儿。雍正粉彩，来翻过来看一下。老太后家彩啊，这是后家彩吗？后家彩，后家的雍正彩啊，画的还不错，这个。收多少钱？这应该就是八千了，这应该是，就是中钱收了吧？中钱收了。但对对，但是它有这个有线。有啊，有摇冲啊！我现在镜头里看就是一次后加彩，你知道吧？可能是这个颜色吧，我感觉也有可能是我，反正我看不出来。因为那鸟画的有点柴，那花有点磨，那描了就是那底下那一朵。哦。啊，但是也是矿彩的这个。行。啊，咱存疑吧，这只能说雍正存疑，好吧？嗯，有可能。然后对，然后就是这个，这是天蓝釉吗？这个。天蓝釉。这是一个晚清。这到不了。这东西新，这个。是新的。哎，新的。哦、行。然后这有一个这个小罐儿。
这应该是天启的，就明末的，不是那个清早期。嗯，这有点意思，这一小千3-4这么一价格，口坏了。对，口坏了。嗯，天启的红绿彩。嗯，然后对这个罐子呢，嚯，康熙的一个鸡腿瓶，那还不是观音瓶，小康老康，来看看底图。小康，小康的一个鸡腿瓶啊。OK。然后这个，现在是一个外销的茶壶啊。乾隆的，看看你那崇祯的那个，这个乾隆的开门的东西，这是。哦，那这个有价格吗？有啊，这还是中签，但是没崇祯那好啊。哦，是您说这个旗子罐这个？这有点悬的这个。啊，崇祯风格，看一下那个底下那块。嗯。来看一下底图。嗯，看着问题不大啊，一个崇祯的，一个煤气罐。就是，晚明的。完整吗？这个？这是完整的。完整多少钱收的？这是？这个就是10000吧。那你这，反正现在看着没什么太大问题，这东西得实物上手了。但是这衣服上化工差一点，如果要高仿你就惨了。如果是本朝、崇祯，或者说康熙吧，咱就说是啊，康熙有点崇祯余风那样的。你就算抄着了，嗯，因为什么大腕的东西，这个啊，我感觉是不是有点美颜啊？这个应该是跟那个美颜效果不太一样。鱼子纹，这还真是这个崇祯风格，但是这偏向于康熙。康熙啊，对，但是康熙也不便宜，康熙也得是7-8个了，现在就按现在这个行情啊。哦，行，要是崇祯得十往上了。哦，然后这个对，这个不是很拿得准。这号称是雍正，其实我就跟您说，这是一新活，这个这是一新的。哎，所谓那金丝铁线啊。嗯，这是新的。对，然后567的这个制式底足，他给你做的一个这个老残。嗯。关键什么？他这是汽窑烧的，他不是柴窑。哦，那行，嗯，这还有一个这个小杯子，无双鼠没问题，这个啊，铜制的，他这个写的是道光的吧？道光的，那道光的还贵了呢，底下有那碟子吗？这个没有，就是一个，那完整吗？这个，是都完整的，那完整的8K 玩了，八到12000是那个正常价格。无双鼠本身就贵，现在就是热门品种。然后我这还有一个，就是这个叫什么呀？这一个小香炉，但是我不太确定年份，可能是应该是个老的感觉是。这应该是鱼子粒没烧好，但是口是不是给结了呀？挺丑的，你这原来是一瓶子。这是个瓶子，这不是香炉吗？不是不是，原来是一瓶子给结口了，清早期的啊。哎呦，那我都，它这里边感觉都是那种黑的，然后至少是当香炉了。原脏角，只能跟你说，这口给结去了啊，半辣。哦，我说这口比较毛边呢。哎，底搓看看啊，还有酸汁儿的。哦，这还有一个，这应该是这个晚清的了，这个铜制材，对，是本朝的铜。同志的啊，嗯，对，这东西没问题啊，这样的就是一个中签，中签，嗯 ，OK， 行，然后还有一个，就这个完全看不懂的，这个是一个竹雕的笔筒，那举高一点啊，这就是晚清民国，这个过渡期那会儿的一个竹雕的，包浆给洗了，包浆。我感觉是我这边的这手机美颜的，它自动美颜了吧？抖音。反正皮壳没有光气，这个有点干涩。东西是老的没有问题啊，然后四开窗的这个镂空雕刻。对，就我也不知道它这个画片画的是什么，反正是龙凤，然后这边
应该是这就是什么集美图吧，这七个八个那种的啊，还就这么行行。还有最后一个麻烦您，这个是感觉就是可能不太像真的。完了，这个反康熙啊，吹了这个。这就不行是吧？对，清华还扶着呢。嗯，这我感觉也是。啊，反康熙的一个外销的天球瓶啊。这就不太行了。对，这没戏了这个。好嘞，好嘞，谢谢您。哎，不客气。王老师，你帮我看一下这个是怎么？这是我最近买的康熙的小桶炉，这是一个。我请杨老师看，好像是他们当时说的是明代、明中的、明晚、中晚的吧？但是你看后面那什么，就这个八仙那个按八仙那个画法，应该是康熙呀、啊，看的是。这康熙吗？康熙早期。这个狮子画的像个猪一样，我觉得。这是麒麟，这也不是狮子，你看那尾巴。那麒麟吗？应该是麒麟。你这是大象吧？这大象，这像个猪，这倒是啊。这个是个什么东西？我就不太清楚。这谁知道？我怎么看这画的这么怪异啊？反正我各见啊，康熙的这是。你要说是非要明代人靠，咱也能靠，器型能靠在明代，但是胎制、画工、发色都应该在康熙那块儿。康熙啊，那不是老的吧？是老的，是老的，是老的哈。这种大概什么价位啊？这种的就是一个中间价位，这就是，反正我个人看法啊，你要说过万，它也能卖、哦、卖得到，但是问题是什么时候卖出去就不知道了。哦，好嘞，嗯、这个呢，这个买了个小玩意儿。百花菠萝蜜，这个跟民国的，民国仿的哈。啊，民国的啊，这可能也就是多少钱大概？这就是一小那四五千吧，那就说是。四五千啊。嗯。这个呢？这不光绪吗？这个。这可能还这是光绪的哈，是吧？这应该是光绪偏后那会儿了。反正光绪吧，就是光绪的一个小笔筒，发色有点差，这个。嗯。有点差啊！这种大概是多少钱？可能那边开美颜了，那边也是一小千价位，这个底下还叫摇脸啊。小千。嗯。对，底下有一个小摇脸。嗯。这个呢？这雍正的。这是雍正的吗？雍正的。雍正的吗？中签啊。哦，中签。嗯，这个呢？这是同治道观，翻过来看一下。这现在应该道光彩，这应该是啊，道光的。道光彩啊，不是同治的。然后完整吗？这个？他当时说是完整的吧？当时他说是完整，而镜头里能看。对，卖家说是完整的，我也看不出来。我拿光打的话也没有什么问题。对，嘉位西轩就是一个大千到小万啊。大千到小万啊，嗯，这个瓶子呢？瓶子光绪的，一大人物的吴双甫啊，是老的吧？对，然后那个是天蓝釉，然后开光的啊，一个光绪的小康的，小康的哈，嗯，这种大概是什么价位？也是一个中签价位啊，有一个中签价位。王老师，你帮我看看这个，这是我最近才买的。一个清代中期的窑边釉啊，也就是说这个霁红啊，天球瓶，这是一个，然后底打眼了吗？肯定打眼了，这个是弄成了什么？就小千价格啊，残的是吧？对对对，小千价格。底足还给磨了，那口没准也磨了这个，那咱就看不到。口，嗯，我本来想把它打开，一直打不开。嗯，别打开了，万一口坏了，这打开也没意义了。底下打眼了，它本身就是一个高残价格了啊。哎，好嘞，好嘞，好，谢谢王老师。您帮忙看一下这个，来转一下，全海水纹这是。对，这是个罐子的底儿，不知对。江阴罐这是，看一下底足，清代早期。嗯。清代早期的一个江阴罐，看一下底足。清代早期。啊，清代早，你当元青花买的？我以为是元青花呢，它是清代早期的是吧？我怎么看一下清代早期的？我看不清青花这味道呀，是吧？底足倒是元青花那种处理方式，那东西只有两种可能，一个是新的，一个就是后代后面的。哦，反正有问题，这个这胎看着是那个，您看马仓土没问题，哎。哦，这个清代早期也有马仓土是吧？那谁知道这个？反正这个，因为它绘画工艺也是两方面接近，你知道吧？一方面您看铁观音沉淀的。但是发色像这清早期的发色，
或者是镜头里的效果、哦、不一样、哦、知道吧，但你要我看一下镜头、啊、这东西呢只能说存疑了，这个这不能给你摆明确定的东西了。哦，点了磨皮了，我把美颜关了试试啊。哎哦，现在美颜关了，应该是。咱只能说存疑吧，这个啊。好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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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，没这袁清华本身争议又比较大。嗯，对，这个对。就是在这个摄像头里面，这不好说啊。好嘞。还有一个，这个看不太明白，这个是雍正的吗？哎，雍正的，雍正的一个歌友，这是啊。这是雍正的歌友是吧？哎，好嘞，谢谢谢谢。官窑的片子，钉带款的这个。这个款丢了就是，哎，有款就丢了。这个开门吗？这个情况开门啊？这个，但是我看他这个胎，他这里边非常，因为什么呀？这袁清华他不是这种的拉坯，他做胎的，嗯，就直接拿那模子往里面套，就跟那个豆腐拍碎的那感觉似的，它里面那一块蜂窝状。哦，他现在这个摄像头他不太聚焦，他这个就跟那个。不像毛糖土那种特别瓷实，这个、嗯、对，它这也可能是高岭吧，这但是现在看还趋于毛糖土，这个是哦，这个开门、啊、这个开门的啊，那这里边嗯，在这个开门，这没什么问题、哦、然后还有这个不知道啥车，这是一这个这是什么呀，矾红釉，这是，来翻过来看一下、嗯，它就是平的，这玩意儿清代早期的插盘的，是一个，这是清早期的是吧，不是晚期的，不，清代早期的啊。哦，行行行，好，就因为我在书上没见过这种盘儿，这么平的，这不是人物故事文吗，人看那界格画法，然后带描金这种的，一看就清早期那种风格的，这是哦，司马光砸缸应该是这个、对，它这不是那界格画吗，你看看一般早期界格画这种画法也多啊。哦，行，然后还有一个胡田的，您看看对不对？哎，翻过来，南宋胡田啊，这东西开门了。这开门是吧？对，一个刻画的，这是啊，但是这种的属于是普品，娃娃文的这个英系碗啊。嗯。这常见的这种的这个纹饰，东西老、哦、啊，没问题。哦，好，那个胡田他叫那个，高货的他是什么样的胡田？高货六出金，那个荷塘鸳鸯纹，马克味、哦、啊。行行行，我想想，还有这个是康熙的是吧？小西图，康熙，清代早期的啊。啊，这种如果一个整碗大约什么价格？这种的碗小，但是这个画片好、嗯、大吉嘛，这不是、嗯、啊，那官上加官也是、这种的，基本上来说小万吧，两三万还是有的，完整的。官上加官，这种这个是临窑块吧，应该是。这咱就只能说通称的花压款。花压款是吧？哎，对，好好好好，还有一个，这种也是康熙是吧？这个块的。这清早期，康熙晚期了已经是。哦，康熙晚期这种款、哎、好，好，谢谢谢谢老师，您给看看，嘿，然后把那水晶的斋戒盘拿起来看一下，双螭龙斋戒派，这是一个清代中期的，还是乾隆宫的，这是啊，这是老的开门的，这个这样价值能有多少？小万，这个也小万、嗯、您看一下这个把件盐壶，这啥材质啊，黄杨木的还是琥珀的呀，看不出来，这应该是那个角质的，角质的，骨质的吧？我怎么就看着像骨头的？这是？您上次说这是不是高级白？高级白有可能，但是那个包浆太厚了，这盖儿厚配的。东西一看，鲍鱼，这是清代中期偏晚。清代中期。哎，一个烟壶。七七年去那个帮妹妹那个啥去？清代早期的一个昆班盏，1.7内径的，这是啊，带点小红信，东西也是老的，这是中签的价格，6000左右。6000左右。嗯，这一件。
来拿起来一个带红杏的开光的烟壶，带有个后配的清代中西，然后剪地是启阳的这么一个工艺枪工，这应该是一万多一万中吧，就一万五一万六这样一个价格啊。谢谢你老师。嗯，这个灵管，这也差点，这个三四千块钱，这是也是真的翡翠灵管，对，五官的啊，然后里面是掰根的管钻打孔，这个价值多少？三四千。这一件，你稍等一下，爸马上过来。镂空的带板，举高一点，单面工，明代的啊，这样一大千价格。大千是几千？七八千左右。嗯，谢谢您老师。原来一个盒子给抠下来的，这是。哦，这是镶在盒子上的。对，你看后面带点那渣渣的，这个因为原来有一个，这是漆雕的一个盒子，明代时候清代时候给他做的，做了一镶嵌，然后可能这回流的时候给抠下来了又。这明代的一个玉宝吗？对，明代早期，还有点元代的那种春水风格呢啊。哦，这还几件瓷器。这光绪的啊，这一小马蹄尊，东西老的，晚清的。晚清。嗯。这样能价值多少？这小千两三千块钱。这一件你看对不对？这件一红绿彩的小直壶，东西倒是对啊，一个明代早期风格的，这半江胎这是啊。这是明代的。那明代的不是元代的，有点元代遗风啊，明代早期的。也是对的。也是对的，嗯。多少钱？几百块钱。好，几百就能买上。嗯，您再看看这件彩的一个脉枕，这是对挂蓝的，唐代晚期的，这是河北的磁县那边烧的，这还不是河南的窑口。唐代晚期啊，这就别估价了，唐代晚期的。好，明白。这新的。这件呢？这假的。这个不对。嗯，这是新的。嗯。好，谢谢你。这个仿的这个应该是个，但是就是想跟您学一下里边知识。啊啊。还宣德，然后对修足怎么那么厚啊？宣德哪有这样的瓷胎呀？而且对，这是个那个法师，这是什么时候仿的？现代吗？现代仿的啊，这电窑烧的。哦，好。嗯。那法师能帮忙看一下这个？这也是新的，这个也是个新的。嗯，对呀、啊。哦，法师，您记得就是我当时在微信上找你看，你不是说这个被割韭菜吗？这个小碟儿。嗯嗯。然后我这儿还有六个，你看这也是 这是新的吗？这光绪的这个。这是老的是吧？对，这是实用的实用器皿。这过去咱说吃饭的饭碗，喝茶的茶碗，那哪能少得了我们这个？哦，这个什么价值？现在就是这一套的话，一套六个中签吧，就说是一个中签吗？还是一共？你想啥呢？一个中签、啊、一共是吧？一组、啊、对对对，一个中签我也买去了，跟你说吧。啊、哦，那还可以啊。那法师还有那个，哎，别这么着落，这么着落容易损坏，你最少得垫张纸中间是。哦，我就是这不是怕耽误你吗？我就随便落了一下。没事，哎，这个也是现代的吗？这是一个粉彩压道的陶瓶，这个画工不行，釉质也不行啊。这釉一看就化学彩的，然后底下是这个压道的这个粉釉的，然后底足是不行的，白釉跟那个这一看就化学料的，然后做胎的这块打磨了，整个给打磨了一下，那款是描磨的，还闹了一个这个官窑款。对，我感觉有点好多这个无负正比的情况啊。对，嗯，这有我也是看到，哎，特别假，这个也是。嗯。那个法师能看一下这个铃铛吗？铃铛你给洗了吧？这个。这个不是我洗的，那拿过来就这样了。是吧？清代中期的这个啊，但是这个铜怎么全给洗了？这个。这个什么风格的？这是藏中风格的一个五谷，然后看一眼那个佛像那开脸，佛像啊，哦，啊，转一下，
这哪尊佛就应该是一个普巴这个啊，这一个普巴金刚，嗯，没什么太新鲜的这个，那板模那个模具太差了，后面手就救我。这个就是，这是个干嘛的呀？这是拿来干嘛的？过去那个道场上一个杵一个这个金刚铃是实修的一个法器。啊，我还心想呢，有人跟我说拿来招魂的，我可不敢摇它了，那还挺响的，还听着全是故事，你这哪招什么魂？你是这个？对，就是个玩呗，就是放着玩呗。啊，都这能到啊？什么价格？像这样的，你给洗完了以后，差不多应该在一个4000到5000之间啊。再想想，我好不容易粘一次，我还找个啊，来看看我的门吧。这个门我很得意的。那个，这清中期的榆木大门啊，这是。然后它有个很神奇的地方，就是不是有个行话吗？嗯。这里不是雕的梅花吗？嗯嗯。然后它光影印出来，它叫梅花落地，它也是满地的梅花，这会光线不强。那我知道你的意思了，就是一般西照的时候，这个能的印的啊，对，就满院子都是梅花。啊，行，那挺好，那您装修风格就不错，这个不是。啊，这我自己这个院子自己玩，我就是搞木头的。然后这徽派的椅子我也挺喜欢的，四面全斗的。嗯，这雕空好，徽派的。嗯。人物。然后就。啊，清代中期。哦，清中，然后呢，就还有一些地方的。然后这对椅子是有出处的，很好的一个出处。这对椅子我挺喜欢的。这红酸枝的这个。这个是那个东洋博物馆。我有些东西就是他们那边东洋拆过来的，他跟我换的，他钱出不起他换的，这个杜云松的，以前还是在那个东洋博物馆馆藏过来，他那个图册都送给我了。清代中期东西，红酸枝的这个。杜云松的，然后还有一个，这个不错，这个是配套的，这个是不是镶的黄杨啊，老师？那黄杨木啊，然后上啊，这下面这个应该不是黄杨吧？这银杏。哦，银杏。嗯。哦。好的好的，没有了，谢谢老师。给、okay, 点点赞点点赞点点关注，点点赞点点关注。刚看他们那边玩天铁，我也打了一个，哎，看不见是吧？我也他妈臭美一下，别急啊，我也臭美一下啊。这个黑财神他主要的在这儿，你知道，在这个这块是一亮点，知道吧？哎，一个天铁的黑财神啊，底下是带皱纹，亮点在这儿啊，注意观察这儿就行了，其他地儿不用看。哎，这关键的这一点在这个位置，你知道，那主要是在这块儿，其他的地儿你无所谓啊，你看不看模拟宝啊、大猎大耗子那都无所谓。